大家好，玩这个 YY 有两年了，阿康很幸运，没有颜值的我还能走到今天，更幸运在一场酱油当中认识了阿哲和哲亚军，谢谢哲哥的帮助，阿康从未忘记，所有的回忆都历历在目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立场阿哲要站就会站稳，永世不会反水，希望大家能够对阿康多多支持。以前可能没有信心，但是今天我要站，肯定会站稳。这辈子我都不会反水，太多的话我也不会说，我也不想说了。希望所有人可以看清我，时间长了你们就看清一些人。反水的人太多了，但是我已经说过了不会。兄弟二字不敢当，口中情意心不装，眼睛落泪心中伤，我神明的伴我去八方，现在看着他脸庞，我的成功之路遥想，如今何人在身旁，我的身后多少白眼狼。